不仅有瘦肉，还有肥肉。对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哥，刚刚从镇上回来，然后今天从镇上回来买了32环的这个五花肉，大家看一下啊，32环五花肉，等会儿准备把这个五花肉做着一吃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呢，还没做过这个五花肉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然后吃完以后，然后明天的话再买，本来我先打算想买个50块钱的，但是我一想。天气比较热，天气太热了，买50块钱的话吃不了，放着到时候就有点不好了，所以我就买了32块钱的，先吃完，吃完以后然后再买。这个我们离镇上也比较近，骑个电动车10分钟就到了，所以也比较方便，随时可以买，随时可以吃，所以就少买一点。生的，你看。那个凉皮够呗，这肉都大。生的。生的，还没做呢，你看。是肥肉多，瘦肉少。瘦肉多，瘦肉多，你不肚子瘦？那肥肉少吗？肥肉少。你都肚子瘦了？一会儿吃，一会儿。一会儿，等会儿我看。我现在就想吃。现在就想吃，这怎么做？那好做。不知道嘛，但是。我想吃。你黑的吃，中午就做啥？黑里边哪个都没有。我想吃啊。你好想吃。嗯。你好想吃，那就吃。我这。哈喽，大家好，这32块钱五花肉，然后切了一碗，还剩这么多，明天吃吧，晚上估计可能吃不了这么多，所以先炒这么多。先把这是五花肉先炒着，先吃。如果不够的话，然后把那剩下的再一炒，如果够了的话就不炒了，明天再炒。等会儿再看。不够，先把这些先吃完，吃完不够的话再炒。这今天给我妈炒的肉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然后买了那32块钱的肉，然后贴了一针，然后炒了一下。炒一下，还有一些没有切，在那块放着呢，然后明天再切。这个刀太钝了，我家那个刀用了十几年了，太钝了，然后切这个肉切不下来，所以我就把这肉切的特别大，切的很大，很大块的这个肉，然后刚刚把这个炒熟，然后让我妈在这里吃。你吃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，我吃够了，然后先不这先吃完，然后明天把剩下的那些肉明天中午一吃，明天中午再一炒，今天的话炒这么多应该差不多了，再多的话应该吃不完。你吃完我现在不吃的，你全部吃，你吃，然后等会儿小孩再吃一点，就是能不能咬得动，能咬得哈，能咬。我不这个切的有点大，我不这个肉块切的，有点大。大家看这个肉块，它是都炒熟了，全部都炒熟了。你多吃点。到了，今天中午炒了个韭菜炒鸡蛋，大家看，韭菜炒鸡蛋，一会儿再做着面线吃。把锅就关了。大家看，今天中午炒的这个韭菜炒鸡蛋。把锅关了，红的。
炒了一个茄子啊，这是个茄子。买了32块那个肉，然后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吃的少一半，然后今天中午还有多一半，然后今天中午的话吃多一半。昨天晚上，吃了1/3，然后昨晚给我妈吃的，然后今天中午还剩1/3，然后再一吃。你们俩来吃肉来，你用手撕，用手给你蘸。这个，用手蘸，用手撕着吃，真美味，好好吃，真美味，真美味，用来压住，对，真美味，对，对，这一半，对。这个，来吃这个，这来这个，来，这个给，你们俩吃来，啊，给，这个给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来，用撕，我给你扎着，你用手撕。对，用手撕，烫不烫？有点烫是吧？应该吧。是不是有点烫？应该有点。好烫，好烫。还没受伤。刚做出来的。来，来，烫得很，稍微烫。烫。你俩分来。好烫，烫不得了，等一下，烫得很。上晾一下。烧得不得了。再分秒钟。烫得很快。少些手烫了，先吹着，吹一下，这个，吹一下啊，吹一下就不烫了。好，这样，来，你俩一人撕一半，你抓着点啊，你抓着点，对，撕，你继续叫你撕呢，撕，撕，烫，耶，吃的好吃的很。软，好吃。哎呀，你继续吃的，你继续大口吃呢。这分秒就过去了，我就不怕你吃肉了，你吃，呀，吃完了，这么快吃完了就。都慢慢走。给，吃这么快。猪肉，我们两个吃的就是猪肉。对，猪肉。还是瘦肉呀。吃那个。我的瘦肉。我想吃瘦肉了。你吃瘦肉，你俩吃瘦肉。你吃肥肉。对，我吃肥肉。怎么了？我要个说法。这些。还有没有熟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继续喜欢吃肉，我只喜欢吃肉，我只喜欢吃瘦肉，不喜欢吃肥肉。哦，你喜欢吃瘦肉，吃猪肉。猪肉还挺好吃，猪肉
还挺好吃的。挺好吃的。对。做的瘦肉还挺好吃的。嗯。撕，对，一点点撕。真棒！你烤的，你烤的吗？撕这边，撕这里。你烤的吗？嗯、对，撕这里。真棒！真棒！啊、嗯。可能需要会员吧。撕这对，撕这一块。这块。我不是这个。这一块好像瘸了、嗯。对，嗯，撕。嗯，对。嗯。嗯，不错了。撕，对，撕撕。嗯。嗯。对，拉。哎，好，我压着。嗯。给。你撕。给鸡鸡。谢谢，谢谢。撕，给我们撕。哎。我是在撕野草。嗯，撕这个来，这个。嗯。然后要喝水是吧？那里面有没有水？啊、嗯哎，我不喝。我不喝，你俩喝，嗯。嗯，这个肉还真不错，真好吃，我也觉得好吃。嗯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哎，来，撕。哎哎。等一下，拉跑了。哎，姐，用力。嗯，好。那你俩把肉吃了，应该就不用吃饭了，今天中午。是不是钻到牙缝里面去了？啊？你喜欢吃，明天我给你再买，好不好？明天给你再买。可以呀。可以啊，好。你喜欢吃，明天给你再买。不买，要不买，哎。给，来。要买都可。来来，不管选不买还是买，都可以。嗯、都可以，来。嗯，明天买不买都可以。嗯、明天买不买都可以啊，好。嗯，这也太难了。这，怎么回事？这猪肉的肉好难撕呀。嗯，好难撕。对。就是好难撕啊、嗯，撕不下来。需要使劲，需要用力撕。对。你还吃不吃？啊？问他吃不吃？我吃，我吃，在那块儿。啊？你吃，你还吃不吃？
问你弟弟还吃不吃？弟弟还吃要不？嗯这块给你拿走。你是不是很早就生出来了？对。还吃不吃？吃啊吃啊，吃了很多水果，吃了很多菜。嗯。就变高了，很快就变，你很快就变高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大块给你。这一大块是你们俩谁吃？我吃。你吃吧。我这你吃给你是热的你快吃，现在不烫了，现在不烫了，你要吃哪一块你撕来。这太好难撕了，我撕不动。把什么撕？来吃这一块的，吃这一块。好嘞。抓住。嗯，撕到我这里来了。对不起。嗯。关键是我一个手拿手机呢，我这一个手给你撕不下来。我来帮你吧。来撕这个，这上面这个。嗯。用力。很好吃的。嗯，很好吃。我挺好吃的，但挺难撕的。嗯，挺难撕。挺难撕，但好吃。嗯，对。拿下来拍视频。拿下来拍视频。为什么不用这个拍呀？你要吃素肉是吧？哦，你吃旁边的肥肉吧。来，这一块都给你。嗯，嗯。这块给你。对，你看这边拿出来，把自己撒吧，自己撒吧字。叫点。大家好，今天把这个肉煮熟了。刚刚我弟小孩他们吃过了，他们吃剩下的还有这么多，然后我妈在这吃，我妈把剩下的肉一吃，我吃不了多少，我吃一点点，然后剩下的我妈一吃。不，你吃这个素肉，吃这个素肉。嗯啊，这是素肉，对。嗯，这是素肉。嗯。这个肉我妈牙不行，牙齿不好，所以她吃肉的话吃的比较慢，吃的话也有点咬不动，她得慢慢吃，这个素肉的话比较难咬。这个肉然后我妈刚刚吃一点，还剩一点，剩一点还没吃完，先放在这里啊，等会儿一会儿再吃。我今天中午吃的这个咱们这个是糍粑，不是做的这个糍粑。咋不给你玩手？不给你玩手？我不要了。你太近了，我跟你说，离太近了是弄死的。离远是看近是看远。我往这边坐。你二舅吧，哎，
不要。你不用干啥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八哥，刚刚吃过饭，然后今天是我回来，然后第一次给我妈买肉吃啊，从国外回来，在家里待了差不多也有一个礼拜了吧，我感觉好像不止一个礼拜了，前几天一直都是，买的是鸡蛋，买的水果，买鸭腿，今天第一次给她买猪肉吃，我妈吃的挺香，
32块钱肚子，然后昨天晚上吃一段，今天中午吃了一段，吃完了，现在全部吃完了，我刚刚吃完，我妈在下面还在吃个面条，今天吃的就还在咬，我现在还不痛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待在家里面，不知道干什么，没什么题材，待在家里面现在，直播也没什么流量，没什么人气，视频也不行。我帮俩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要出去还是继续在家里待着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出去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找工作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，家里待着也很迷茫，所以现在很纠结。他说我今天该怎么办？到底是在家里继续待着陪父母，还是出去找工作，或者是继续出去可能找个对象，或者是到。明天再回去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现在真的很迷茫。